Не слышу в саду даже шорохи. Все здесь замерло до утра. Если б знали вы, как мне дороги подмосковные вечера. Гуо Ча Ду Си Си Цзин Пинг 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怡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五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少年儿童向两国元首欢呼致意。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首先举行小范围会谈，习近平对普京开启新一届总统任期表示衷心祝贺，对他再次来华进行国事访问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俄关系历经风雨，历久弥坚，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树立了大国邻国、
相互尊重、坦诚相待、和睦相处、互利共赢的典范。中俄关系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中方愿始终同俄方做彼此信赖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不断巩固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共同实现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携手维护世界公平正义。习近平强调，中俄关系75年发展历史得出的最重要结论，就是两个相邻的大国之间必须始终弘扬和平共处5项原则，相互尊重、平等互信、照顾彼此关切，真正为双方的发展振兴相互提供助力。这既是中俄两国正确相处之道，也是21世纪大国关系应该努力的方向。中俄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坚实的民意基础，双方要密切战略协作和互利合作，坚定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我很高兴在就任新一届俄罗斯总统后再次访华。去年3月，习近平主席也在连任后不久即对俄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我们两国的友好传统，表明双方对加强新时代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度重视。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是俄中建交75周年，值得我们共同庆祝。发展俄中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不针对第三方，有利于国际战略稳定。俄方愿同中方持续扩大双边合作，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两国元首随后主持大范围会谈，两国元首听取了两国政府间各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国际等领域合作情况，对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对未来合作建议表示肯定。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年份。中俄建交75年来，两国携手走出了一条大国邻国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的崭新道路。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始终稳定向前发展，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不断加强，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领域合作持续推进，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中方正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为全球经济增长增添新动能。中俄两国同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双方加大战略协作，拓展互利合作，顺应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是两国共同的战略选择。双方应该以建交75周年为新起点，进一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丰富双边合作内涵，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世界繁荣稳定贡献更多正能量。双方要进一步优化两国合作结构，巩固经贸等传统领域合作良好势头，打造更多人文交流亮点，共同办好中俄文化年，密切地方合作，持续拉紧民心纽带，加强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多边平台以及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和协作，展现国际担当，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俄中两国政府间合作机制运作良好，两国经贸、农业、工业、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稳步发展，俄中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基于睦邻友好、相互尊重、
助力各自国家发展等原则，经受住了各种考验。今天双方签署系列合作文件，表明双方继续深化拓展互利合作的决心。俄方愿同中方落实好2030年前俄中经济合作规划，办好今明年俄中文化年活动，加强欧亚经济联盟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明年将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俄中双方将举行庆祝活动。俄方赞赏中方在重大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愿同中方继续密切战略协作，坚定相互支持，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推动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并共同见证签署经贸、自然保护、检验检疫、媒体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5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普京总统这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是他开启新一届总统任期后的首次访问，充分体现了普京总统本人和俄方对发展中俄关系的高度重视。我对普京总统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了坦诚友好、内容丰富的会谈，全面总结了建交75年来两国关系发展的成功经验，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对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作出规划和部署。我们还共同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了多项两国政府间和部门间重要合作文件签署，为中俄关系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在3/4个世纪的历程中，中俄关系历经风雨，历久弥坚，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两国关系定位持续提升，合作内涵日益丰富，世代友好理念深入人心。中俄关系已经成为新型国际关系和相邻大国关系的典范。中俄关系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显著成就，得益于双方始终做到5个坚持。一是坚持以相互尊重为根本，始终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我同普京总统一致认为，中俄两国之所以能够走出大国邻国关系发展的新路径，关键在于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始终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这也是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核心要义。双方将继续秉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在相互坚定支持中实现各自发展振兴。二是坚持以合作共赢为动力，构建中俄互惠互利新格局。去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超过2400亿美元，不断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的一个缩影。我同普京总统一致认为，要积极寻找两国利益汇合点，发挥各自优势，深化利益交融，实现彼此成就。要进一步优化合作结构，巩固好经贸等传统领域合作良好势头，
支持搭建基础科学研究平台网络，持续释放前沿领域合作潜能，加强口岸和交通物流合作，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坚持以世代友好为基础，共同传递中俄友谊的火炬。中俄两国都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普希金、托尔斯泰的作品在中国家喻户晓，京剧、太极拳等中国传统文化也深受俄罗斯人民喜爱。当前双方以落实2030年前中俄人文合作路线图为主线，不断扩大人文领域合作。我同普京总统一道，将今明两年确定为中俄文化年，提出双方要举办一系列接地气、联民心、有热度的文化交流活动，鼓励两国社会各界各地方加强交往，更好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相近相亲。四是坚持以战略协作为支撑，引领全球治理正确方向。双方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和配合，以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今年俄罗斯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年内中方将接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主席国工作，构建更加全面、紧密、务实、包容的高质量伙伴关系，团结壮大全球南方。五是坚持以公平正义为宗旨，致力于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当今世界，冷战思维阴魂不散，单边独霸、阵营对抗、强权政治威胁世界和平和各国安全。我同普京总统一致认为，解决巴以冲突问题迫在眉睫，要切实执行联合国决议，以两国方案为基础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双方一致认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是正确方向。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包括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方合理安全关切，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新型安全架构。中方期待欧洲大陆早日恢复和平稳定，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习近平指出，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经过75年坚实积累，中俄两国世代友好和全方位合作已经汇聚成双方不畏风雨、不断前行的强大动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俄双方将始终坚守初心，协力担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世界安全稳定做出应有贡献。普京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连任后不久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我此次连任后将中国作为首访国家，再次表明俄中关系的特殊性和高水平，以及俄中双方对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度重视。俄中建交75年来，两国关系已经发展成为大国邻国发展伙伴关系的典范，两国合作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保持了密切沟通和良好关系，我们双方对于俄中关系的现状表示满意，对于未来合作充满信心。俄罗斯将中国作为长期可靠的合作伙伴，愿同中方持续拓展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安全等领域合作，办好俄中文化年，深化人文交流。俄中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协作，共同致力于推动建立更加民主的多极化世界秩序，愿继续加强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内合作，以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的沟通，
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共同出席中俄文化年开幕式暨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专场音乐会，并致辞。习近平和普京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中俄关系1/3个世纪的风雨历程表明，不断巩固和发展中俄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顺应国际社会期待和时代发展潮流，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互办主题年已经成为中俄人文交流的优良传统，也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特色和亮点，受到两国人民普遍欢迎。去年我和普京总统商定2024至2025年举办中俄文化年，今天双方正式启动这一文化盛事。双方将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项目，进一步释放两国文化合作潜力，共同开创中俄文化交流的新未来。相信这将为中俄友好的世代传承，为两国人民的相知相亲注入新动力。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民族音乐都是世界文明百花园中的绚丽花朵，今晚这场音乐盛宴必将成为中俄文化交流互鉴的精彩华章。让我们以中俄文化年为契机，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新起点，弘扬友好，携手前行，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增光添彩，共同开创中俄友好新的美好未来。普京致辞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关于俄中关系的积极评价，俄中两国人民亲如兄弟。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俄罗斯人民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由衷高兴和钦佩。俄中建交75年来，双方关系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当前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俄中关系基于相互尊重、平等互信，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造福了两国人民，树立了国际关系典范。在俄中庆祝建交75周年之际举办俄中文化年活动，具有重要象征意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人文交流，增进彼此了解，推动两国合作不断提质升级。Thank you.
两国元首共同欣赏由中俄两国艺术家联袂呈现的精彩文艺演出。各界友好人士约1000人出席，蔡奇、王毅、慎怡琴等参加。孟夏时节的中南海，清风徐徐，水光潋滟。5月16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在瀛台桥前迎接普京，两国元首边走边谈，在轻松的氛围中就共同关心的战略性问题进行深入交流。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面对不断演进的国际大变局、大乱局，中国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克服各种困难挑战，努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中方愿同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一道，加强团结合作，引领全球治理正确方向，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普京表示，中国发展势不可挡，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遏制中国发展进步。俄方愿同中国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合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推动建立更加平等和多极化的世界。两国元首就乌克兰危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习近平阐述了中方一贯立场以及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所做努力，强调处理任何重大问题，既要治标也要治本，既要谋当下，也要计长远。我提出全球安全倡议，核心是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根本之策是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新型安全架构。中方支持适时召开俄乌双方认可、各方平等参与、公平讨论所有方案的国际和会，推动早日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普京介绍了俄方有关看法和立场，表示俄方赞赏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秉持客观、公正、平衡立场，欢迎中方为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继续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俄方致力于通过政治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愿意展现诚意，并就此同中方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夜色渐深，华灯璀璨。习近平表示，这些年我们进行了多次会面，每一次交流都坦诚深入，富有成果。我愿同普京总统继续保持紧密联系，共同为中俄关系发展把握好方向，引领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促进世界安全稳定做出积极贡献。普京感谢习近平主席热情款待，表示每次同习近平主席会面晤谈，我都很愉快，我们的交流很深入，也很有意义。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确保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蔡奇、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прозвучало у меня такой уткой по-пекински. Честно вам скажу, там два кусочка лежат. Я думаю, я съем только один кусок. Ну, понимаете, да? Вот. Но не мог удержаться, съел второй, понимаете, уж больно было вкусно. Взяли американцы и ввели Китаю санкции на электротранспорт, на электромобили. Почему? За что? А потому что китайские машины лучше стали. Вот за это. Другой причины нет. Это пример недобросовестной конкуренции.